穿成救赎文女主，男主一身黑衣，淋雨一直走。我嘴比脑子快，呦呦呦，淋雨哥。男主冬天露出一截精致的脚踝，我再次输出，逼爷迟早得风湿。系统，这救赎文女主你是当不了一点是吧？你，我穿进来的时候正好是一中放学的时间，突然的暴雨让校门口的廊檐下挤满了避雨的学生。男主宋之月就是这时候出场的，他穿着一身黑衣黑裤，双手插兜，面无表情地走进了雨幕里。电视剧里有 BGM 的加持，我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帅，但在现实中雨水打湿了他的短袖，紧紧地贴在身上，蓬松的头发也被雨水压得垮了下去。宋之月看起来整个人缩水了一圈，都淋成傻逼了还搁那凹造型，跟被丢进了浴缸里的长毛猫似的。想到这里我突然就笑出了声，嘴比脑子快，呦呦呦，淋雨哥。等我说完，不远处的宋之月好像若有若无地朝着这边看了一眼。二，系统快崩溃了，祖宗，你可是救赎文女主，你的身份是救赎文女主啊。救赎文女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拿着一把伞冲进雨幕里，然后说，电子音的系统居然开始夹起了嗓子，宋同学你家在哪里，我顺路送你回家吧。我满不在乎地擦了擦头发，我和男主的家不是一南一北吗，怎么顺路？系统暴躁，地球它是个圆的，四通八达的，它怎么就不能顺路啊。我冷漠地哦了一声，哦，丧尸爆发了，你的脑子都没人敢捡来吃，你知道为什么吗？系统，为什么？因为你是恋爱脑。系统无语了，然后催促着让我赶紧去下单一把小清新的雨伞，等待下一个下雨天，好再次和男主展开一场浪漫邂逅。我不情不愿地打开购物软件，在几家卖伞的店铺里挑挑选选，最后眼睛一亮，发现了一把伞身通体金黄，伞头还有一个古代皇帝头上戴的头冠，这才是适合我雄鹰一样的女人该用的伞。梦中情伞，果断下单。三，短暂的周末过后，又到了周一，我眼睛都睁不开，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公交站台等车。系统突然发出了一声鹅叫，呀，男主来了！我扭头一看，果然，宋之月正不紧不慢地朝着站台走过来。系统耳提面命道：“你待会儿就说自己没带公交卡，让男主给你刷。”我心不在焉地咬着切片面包，公交卡只能刷一次，这是常识。系统哦了一声，然后又说：“没事，校园文男主都是随身带硬币。我，现在除了特地去银行换，谁还有硬币？简直离大谱！”果然，宋之月在我前面一个，他从裤兜里摸出四颗硬币，扭头给我说：“请你坐车。”在他即将要把硬币丢进箱子的前一秒，滴，学生卡也正好响了起来。我晚谢了哈，公交卡打八折，你也可以去办一张，挺方便的。据我所知，宋之月的家庭条件也挺不好的。宋之月久久没回神，直到司机提醒他别堵道，他才往里面走。系统在一边哇哇大叫：“你是木头吗？你就不能浪漫一点吗？”经过几天的时间，我已经习惯了系统的乱叫，毕竟我可是一个情绪稳定堪比卡皮巴拉的人。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宋之月坐在我旁边，熟知校园文套路的系统再次开口说道：“待会儿司机急刹车的时候，你顺着惯性靠男主身上去。”结果一路上司机都开得又稳又快，根本不给系统一丁点的机会。系统恨铁不成钢：“你那腰杆有必要绷这么直吗？就不能弯一下然后靠一下男主那边吗？”我信誓旦旦：“我也说过性向都可以弯，但脊梁绝不能弯。”系统突然感觉又红又专是怎么回事。四，我和宋之月同班，他坐在我后桌，他好像比我还困，刚好他的位置是最后一排，把卫衣的兜帽往自己脑袋上一戴，睡得昏天黑地，上课不听，作业不写，还每次都考年级第一，妈的更烦了。因为解拼了老命，把书都读烂了，才能混个班上中等的水平。系统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喂喂喂，救赎文女主可以搞暗恋，可不能搞暗杀。刚好这时候穿着小裙子和小皮鞋，连指甲盖都抹了，看不出颜色的亮油的大小姐林哥走了过来。她扬了扬下颌：“周末有时间，可以来我的生日会。”说完，她在我和宋之月的桌子上分别放了一份请帖。系统默默地在旁边补充道：“这是反派大小姐，作用就是加速你和男主感情的催化剂。等生日会上，他就要开始作妖了，之后会一直针对你，但是别怕，你有男主这个真命天子在，他不会伤到你分毫。”我抽了抽嘴角，我和宋之月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一周，等到了周末才又在林哥的生日会上碰面。林哥的生日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吃饭的时候一中的同学单独开了一个包间，旋转圆桌上各种不符合这个年龄段聚餐应该有的硬菜塞得满满当当，一桌人一边吃一边讲一中的八卦，而我埋头苦吃，吃开心了连带着看宋之月都没这么烦了，直到最后桌上都还剩下一些没怎么动的菜。林哥今天穿着一件公主裙，头发烫了好看的卷，盛气凌人的妆容加持下整个人都好像在发光。陆金怡不是没吃过大闸蟹吗？把那半只打包回去呗，林哥说。他的话音刚落，包间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宋之月蹙了蹙眉头：“林哥你别太过分了啊。”作为陆金怡的当事人，我后知后觉，他怎么过分了？一行人鼻关眼，眼关心，最后我指了指角落里还剩下的大半瓶果粒橙，眼巴巴地看向林哥：“那半瓶果粒橙我可以一起带回去吗？”林哥直接无视了宋之月，目光转向我：“可以，待会儿再给你拿两箱没开的。”宋之月坐不住了，起身朝着包间门口走了过去，末了还摔了一下门。结束的时候，林哥让我在酒店门口等一下。五分钟之后，林哥出来了，身边还跟着两个酒店服务人员，其中一个搬着两箱果粒橙，
另一个提着很大的红漆食盒，一共有四层，应该是酒店 VIP 的专属食盒。这些你都带回去，以后想吃了就来找我。救命，家人们，咱就是说遇到活菩萨了。因为东西太多，我一个人搬不走。林哥打电话叫来了林家的司机，让司机开车送我回去。后排放着东西，所以我坐的是副驾的位置。沉寂了一个晚上的系统终于按捺不住了。这救赎文女主你是当不了一点是吧？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救赎文女主。谁家好人女主逮着大肘子哐哐炫啊？这剧情怎么在你这里直接就偏离轨道了？我用心声弱弱的和系统交谈。你不是说林哥是恶毒大小姐要为难我吗？那他怎么都没行动？系统沉默了片刻，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已经行动过了？你是说他的为难就是让我打包大闸蟹给我送果粒橙和零食，最后还让司机送我回家？系统无言以对。那他人还怪好嘞。系统，我的母语是无语。系统应该是被我气着了，又开始死顿。我想找人聊聊天都不行，于是只好摸出手机刷朋友圈，一点进去就是宋之月分享的链接。清贫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财富，贪财的下场最后都怎么了？饥饿感也是保持理智的方法。好家伙，就差甩我脸上了。于是我也激情输出，宋之月，清贫是一个人成长道路上的财富。我评论，尊都假多哦。宋之月，贪财最后的下场都怎么了？我评论，所以最后怎么了？宋之月，饥饿感也是保持理智的方法。我评论，冷知识，人不吃饭会死。一分钟之后，宋之月把我拉黑了。那我也不能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连大闸蟹都不吃吧。六，刚好也到我家了，司机把车停在小区楼下，我解开安全带下去。秋天来临之后，天色好像暗得尤其快，下车的时候路灯已经完全亮了。我打开的内侧车门座位上放着两箱果粒橙，我撸起袖子正准备把其中一箱往外面搬，但是又发现座位下面撒了一地的包装零食，这些也是林哥让我带走的。我把背包背到胸前来，拉开拉链，捡着一包一包的零食往里面塞，直到摸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我头往里面撑，那人也朝着我这边扭头过来，呼吸可触的距离，我几乎是瞬间整张脸都憋红了。林怀赫的肤色带着病态的白，他的睫毛特别长，眼尾斜着红晕，连泪痣都好像浮着一层荧光，整个人都有一种好看却又不真实的朦胧感，就特别符合小说里早死的白月光形象。好摸吗？林怀赫问。我一愣，发现其中一包零食正卡在那个红漆食盒和林怀赫的腰中间。我抿了抿干涩的唇，还行吧，将个烂就。哦，那委屈你了。小事儿。林怀赫虽然也是坐着的，但是他的头靠在一边的食盒上，后排东西又多，再加上天色暗，所以我和司机都没发现他。司机出口问道，少爷在车上是准备要去哪里吗？林怀赫揉了揉自己脸，上面还留着一道暗红的压痕，去医院。这个目的地倒是和他自身的气质毫不冲突，但是不是说小说里的豪门都有私人医生上门服务吗？想到这里，我直接问出了口。林怀赫的身子往后靠了靠，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顺道去医院旁边的桥洞下算算命。你这泼天富贵命还需要算吗？林怀赫一边吃医生给我开的续命药，一边听算命先生夸我能长命百岁。我唯物和唯心，您成分还挺复杂，这叫双重疗效。气和一般的救赎文女主一样，这副身体也出生在一个普通但幸福的家庭，家里开着一家早点铺子。我带回去的大闸蟹被我妈做成了大包子，包子加了我妈的灵魂料汁，一整个喷香。我在班级群里找到林哥的微信，点击添加，验证信息填的是吃不吃大闸蟹做的大包子。通过后，林哥回了个再帮我带一杯豆浆，后面跟着一个转账5000元，备注买豆浆。我现在一整个的心情就是，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周一到教室，林哥还没来，我把早饭放在他的桌子上，好死不死，正好被推门进来的宋之月看到，他冷漠的看了我一眼，然后朝着后排走了过去。系统仿佛已经心如死灰，完了。你现在在男主眼中就仿佛恶毒大小姐身边的小跟班。按照惯例一般，宋之月又开始倒头就睡，直到放学的时候我等公交，宋之月从后面拉住了我的衣袖。陆金怡，你最近是缺钱吗？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我愣了一下，瞬间感觉宋之月遇到我这么个女主其实也挺倒霉的。我摇了摇头，不缺。宋之月哦了一声，手指慢慢的松开。我补了一句，但是谢谢你宋之月。爸，自从林哥吃过了我妈做的大包子，每天的早饭就都让我承包了。我和林哥的关系突飞猛进，放国庆的时候他还让我去他家找他玩，上次的生日会是在五星酒店，但是林家主宅的豪华程度一点不亚于五星级酒店。我先见到的人居然是林家这个因为常年病弱所以从不去学校的大少爷林怀赫。林怀赫今天穿着一件绸制的衬衫，他斜靠在沙发上时特别是压着眉眼专注地看向某个人，有种斯文败类的色气，骨感地手握着一个玻璃杯，他正往里面加方糖和冰块，尝一口。我本以为是冰美式，没想到凑近了是一股中药味，我不可置信，冰中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戳中了林怀赫的笑点，他突然就咧开嘴笑得很开心，有种在火葬场取暖的感觉。哇，林怀赫咕噜咕噜一口闷了，喝完擦了擦嘴。你知道林哥为什么喜欢和你玩吗？我察觉林怀赫不怀好意，看向他的目光也变得谨慎，当然是因为我聪明可爱又机智。你这脸皮厚的都快赶上我了。林哥养过多肉、仙人掌、乌龟、大王八，从植物到动物所有好养活的东西都被他养死了，现在只剩你还生命力顽强，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是大小姐投喂的小东西。
林怀赫舒展了眉眼，所以他跟你是假玩，但是你可以跟我真玩。而且最近林哥被没收了零花钱，我养着他，他养着你，四舍五入，你也是我养的。林怀赫这人怎么给人一种一边阴暗爬行，一边阳光积极的做广播体操的感觉？九，林哥还在睡，你现在去叫他，估计会死得很惨。我一听，乖巧的坐在了林怀赫旁边的沙发上。你怎么不问为什么？林怀赫问。大小姐有点大小姐脾气，怎么了？我反问。林怀赫，他昨天被黄毛甩了，你就不想知道细节？大小姐和黄毛怎么又跳台到青春疼痛文学去了？而且林怀赫这人怎么这么话痨啊？我强硬的转换了一个话题，不然我带你打游戏也行。五分钟之后，我俩坐在林家主宅的游戏房里，Aggie不断。我本以为林怀赫喜欢玩的游戏会是一些射击枪战游戏之类的，结果他玩蛋仔，而且他不仅玩蛋仔，还是个粉色裸蛋，昵称叫花开幼儿园林小宝。我抽了抽嘴角，然后取了一个富贵学前班陆大力。林怀赫拉我组队打巅峰，连续三局速八之后，林怀赫得出结论，应该是皮肤没穿对，且我们其实应该互帮互助，迅速匹配。第一场眼看要到终点了，我直接抱起林怀赫操纵的小粉蛋往前冲，结果双双被旋转的大摆锤给扇飞出去，瞬间又回到了存档点。这次林怀赫捡到一个挂钩，他一个潇洒的抛物线甩出钩子，然后抱着我往前飞过去，结果方向歪了，我俩再次被甩下了平台。下一秒，屏幕上显示出几个大字：你已被淘汰。有人开着麦，一串哈哈 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哈哈哈哈，你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建议你们先别出发，你们俩少一点互帮互助，早就到终点了。你们的猪脑先别乱用，我自有妙用，哈哈哈哈。十，为了安慰被黄毛抛弃的大小姐，我还特地买了一个黄毛娃娃绑在一个飞镖转盘上，送给大小姐让她出气。而当我见到林怀赫口中的黄毛时，我才知道用黄毛两个字来概括那位哥的颜值到底有多草率。宋之月最近好像和八班的一个女生走得很近，那个女生看起来比我像多了，就是温女主。女生腿受伤了，宋之月骑着自行车送她回家。我默默感叹，校服、单车、高马尾，校园剧情一下就对味了。系统突然又冒出来，你就没有想过男主他为什么老是从你面前经过？他这是想让你为他吃醋？我再一次后知后觉，这男女主的磁场影响也太大了。系统臭屁道，我都说了不出意外男女主是一定会在一起的，而且等你家的早点铺子出事之后，你就知道男主对你有多用心了。系统对自己的剧情尤其自信，反正等你家铺子出事之后，你爸妈带着你回老家，到时候男主跨越千里的距离来看你，再冷的心也得被捂热吧。等你们大学在一起之后，你无意间看到他那一大叠的车票，更是感动的稀里哗啦。什么？我一下就精神了，我家早点铺子会出事？为什么会出事？这不是重点啊，那只是你们成长道路上的必经的曲折和坎坷。我撒丫子往家里跑，不好意思啊，我只想一帆风顺，家产万贯。如果当女主的代价这么大，那我就不当了。我的梦想只是当个平凡且富有的路人甲。回家的路上，我一边搜早点铺子出事的新闻，一边回想校园文的一般套路。回去之后，我和爸妈商量，在早点铺里里外外共安装了八个摄像头，而且找师傅检查了设备和线路是否老旧需要换新，又换了新的灭火器，每天的原材料也是严格筛选。做完这些，我才稍微安心了一些。但是最后还是出事了，还多亏了我在铺子里安装了摄像头。在下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很慌，于是打开手机看监控录像，谁知却发现我妈倒在后厨的地板上，嘴边还有一些白沫。我几乎是冲出了教室，一边打救护车电话一边往外跑，在等车的时候还给我爸打一个电话，打的车久久不来。突然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我面前，后座车窗降下来之后是林怀赫那张熟悉的脸。上车，林怀赫刚好在附近，林哥看我冲了出去就叫他来送我。救护车已经把我妈接到了医院，所以我们是直接去的医院。我爸也已经到了，见我来了安慰道，别担心，是蘑菇中毒，已经没事了，还好咱们家安了监控。十一，我妈还要在医院先观察一晚，我爸在医院陪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课，他们让我回家住。出医院的时候，林怀赫还和司机等在路边，车窗是放下来的，林怀赫坐在里面百无聊赖地拧着一个魔方，他的侧脸被路灯投射过去的光晕映得更加轮廓分明。见我出来了，才将手里的魔方给扔到了一边。林怀赫特歉地把头从车窗里面伸出来，像是仔细地端详了一遍我，没哭就好，不然我也不会哄。林怀赫，我突然很想叫一下他，他愣了一下，我直接扑过去抱住了他，他浑身都僵硬了，手臂抬得老高，不自然地说，你妈没事啊，医生不都说了，林怀赫，你在这个世界要好好的。后半句话我没说出口，嗯，有点矫情，搞得姐都像青春疼痛文女主了。我之前一直无法把自己带入这个世界，一直觉得它是虚拟的存在，可是今天我切身实地的感觉到了，这里的人也会生老病死。我突然很希望眼前的这个林怀赫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什么衬托男主存在的工具人。洗漱过后躺在床上，突然就睡不着了，我强行把系统拉出来聊天。这个世界里林哥是恶毒大小姐，那林怀赫岂不是也是大反派反派姐弟吗？林哥对你的作弄正好加速你和男主的感情线，后期脱离校园剧情，林怀赫就是男主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我知道这是常规剧情，但是依然想要反驳。我不否定依靠宋之月的智商和天赋以及男主光环，他肯定是能够事业小有成就，
可是林怀赫身后有林家几百年的基业作为支撑，他输给宋之月的可能性也太小了吧。系统像是带了好几届听话乖巧学生的班主任，突然被学生指出教材有问题，他随便找了个借口。男女主的气运操纵着这个世界，这些是无法改变的。无法改变吗？可是我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鲜活，每个人都不应该是别人故事里的 NPC。 那这个世界的林怀赫他也会早死吗？系统像是察觉到了我的情绪有些低落，没有再次开口。12前世我也遇见了一个林怀赫，准确的说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在孤儿院长大，孤儿院逢年过节就会收到一些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品。我之所以记得林怀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人资助衣服或者书本，他捐赠的是每一次新年的烟花，每一个小朋友都应该见证烟花的灿烂。这是他写在烟花盒子上面的话。在孤儿院被欺负的时候，支撑我熬过去的都是每一次新年的烟花。上一世的林怀赫是童星出道，在16岁的时候又通过选秀成为了男团的一员。他长得好，人气很高，在电视机上的他总是笑着的，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好像都是靠着他这个精神支柱熬过来的。我以为他过得很好，过得很开心，可是他却在他18岁那年自己选择离开了世界。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养父母只是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他长期生活在被家暴的阴影中。林怀赫把自己所有的善意和温柔都给了别人，却唯独忘了留一点给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林怀赫还是不是他，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活得开心一点。13第二天到了学校，刚好出了一次月考成绩，我一眼就看到了排在最顶端的宋之月，男主还是年级第一。尽管他作业不写，上课睡觉。年级第二叫罗腾，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脸上常年焊着一个镜片比啤酒瓶还厚的眼镜，他做过的试卷垒起来和他人差不多高。如果宋之月没有男主光环，年级第一一定是罗腾。罗腾看起来有点失落，但是很快就又回到了座位上，开始气定神闲地刷题写错题集。系统好像已经开始摆烂了，因为剧情已经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前进，所以在班主任说班上要分成一对一帮扶小组的时候，系统也没蹦跶着出来让我和宋之月一组。我手肘放在桌面上，双手撑着下巴，既然我是这个世界的女主，那说明我的气运和男主的气运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差不多的。我突然想实验一下这个世界的规则到底可不可以打破，我去找了罗腾，表达了想要和他结成小组的想法。罗腾有点惊讶，但还是同意了。等我回座位的时候，宋之月才从座位上直起了腰，然后定定地看了我一眼。我好像从来没有如此认真且拼命地学习过，以至于晚上做梦都在算题。班上的位置又变化了，林哥成了我的同桌，他掐了掐我的脸，但是没用神妖劲儿。啧，小野猪刻苦的都瘦了2两。他之所以叫我小野猪，是因为我的微信头像换成了浪浪山的那只小猪妖。周末姐带你吃细糠。我一听，瞬间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只是没想到林哥也不做人，他说的细糠居然是带我蹭他家的家教课。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林怀赫虽然是休学在家，但人家修的是大学的学，林怀赫念的是 A 大的少年班。我和林哥上家教课，林怀赫在一边静音完蛋仔。我抽空看了一眼，你这鼓励还挺实在的。林怀赫不明所以，我悠悠地道，连你这个菜鸡都上无敌凤凰蛋了，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可能。林怀赫你多冒昧。14林哥看不惯林怀赫这悠闲的样子，于是叫他帮我改作业。虽然林哥和林怀赫是双胞胎，林哥只比林怀赫先出生5分钟，但是被姐姐的血压压制得死死的。据系统所说，宋之月最后能赢林怀赫是因为林家从内部就开始自己瓦解，所以这些天我又开始给林怀赫洗脑。林怀赫，你应该不会和林哥争家产最后两败俱伤吧，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外面多危险啊，还好有林哥这个伟大的姐姐，用她并不强健的身躯给你遮风避雨，替你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林怀赫搓了搓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你这说的是林哥？我继续发挥，你想呀，到时候林哥含辛茹苦的打工，咱们俩就在家花他赚的钱，睡他的床，还可以撸他养的小猫，这小日子多美滋滋，与其艰苦奋斗不如坐享其成。林怀赫目光悠悠地看着我，耳朵居然意外的有点泛红，咱俩为什么要睡在他的床上？咱们就不能自己买一张吗？你这个癖好我是不会答应的，这可是我的底线问题。我呆滞住，大哥你在说什么？消失多日的系统突然冒了出来，你还在马卡巴卡，人家都上高速了。我栓扣，你们城里人还挺会玩，不知不觉居然就这么熬到了期末。成绩出来那天已经放寒假了，班级群突然就沸腾了起来，成绩单的截图乱飞，我被消息的提示音惊醒，罗腾给我发了一连串的微信消息，我一下就锁定了关键信息。罗腾这一次已比宋之月多零5分的优势，成功获得了第一名。我扬起了嘴角，反复看了罗腾和宋之月的成绩后才去找自己的成绩。我这次也考得尤其的好，进入了年级前200第150名，努力了这么久总算是看到了一丁点成果。我猜的没错，女主的气运也可以影响身边的人，或许这个世界的林怀赫也可以拥有一个好的结局。15这次考得不错，我妈给我增加了零花钱，我约了林哥和林怀赫去欢乐谷，只不过在半路上林哥好像看到了一个背影，就急冲冲地追了过去，只剩下我和林怀赫两个人面面相觑。黄毛哥的魅力还是不减当年，车子刚要启动的时候，突然又跑过来一个小孩，他带着哭腔抓着我的衣角，姐姐姐姐，求你们救救宋哥哥，怎么了小朋友？我和林怀赫跟着小孩朝不远处的巷子里面跑，刚靠近巷子就听见了男人的怒骂和少年隐忍的闷哼。
第二名，老子辛辛苦苦赚钱供你读书，你给我考第二名，是什么让你分心了？是那个女人又联系你了是不是？等我和林淮鹤跑近了才看清楚，不远处的宋之月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裳倒在墙角，脸上鼻青脸肿，一边的鼻孔还在流血，露出的脚踝上也全是被皮带抽出来的伤口，她痛得直抽气。那个男人还不放过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一下一下的往墙上撞。你以为你一声不吭，老子就会放过去？跟你妈那个贱货一样，你妈生的小贱货。咚！我和林淮鹤跑过去，你放开她。林淮鹤从那男人的后面直接给了他一脚，那男人没防备，一个趔趄摔到了一边。我眼疾手快的给林淮鹤打配合，把刚在巷子里的别人家门口顺的一个背篓扣在了男人头上。你们干什么？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你们给我滚！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我一脚踹在男人的腿上，下一秒听见他凄惨的一声嚎叫。我刚才就发现了，那男人是个瘸子。林淮鹤已经把宋之月给拉了起来，然后背着他往外面跑。宋之月好像已经有点意识模糊了，额头上的血直往下流。司机把车开到路边接我们，等上了车我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往回看那个男人并没有追上来。16，我和林淮鹤把宋之月送去了医院，医生检查说多数都是皮外伤，但有轻微的脑震荡。在得知这个世界是一本救赎文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对男主的经历有大概的揣测，只不过当真亲眼看见的时候还是觉得触目惊心。向来话痨的林淮鹤突然变得沉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系统说宋之月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不堪忍受暴力，丢下宋之月跑了。那男人瘸了一条腿本来就自卑，妻子走了之后更是喜怒无常，对宋之月管得也越来越严，稍有不顺心就发泄在宋之月的身上。而这次对宋之月施暴，仅仅是因为别人以0.5分的优势让宋之月成为了第二名。第二天我到医院的时候，却被告知宋之月已经出院了，但是他让护士转交给了我一封信。陆金怡亲戚，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决定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了。以前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有个人能够救赎我，但是这一次我想自救，我的敏感来自于我的自卑。陆金怡，我其实很羡慕你，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做不到像你一样和林哥相处时的坦然自在。我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我拧巴的性格，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下雨天淋雨，为什么要在课堂上睡觉，然后晚上熬夜补学习。但是喜欢过你这件事我却很清楚的知道，我记得喜欢上你那天的风，也记得那天的云朵形状，更记得那天你笑起来时候的嘴角弧度。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在一起了，我梦见你高考失利，我超常发挥，我瞒着你放弃了更好的选择，和你去了同一个城市，梦里的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可是醒来我就发现了梦境的不真实，如果是你，你大概会扇我一巴掌，然后骂我是傻逼，所以那好像是你又不是你。放心吧陆金怡，我现在的目标是 A 大的法律系，如果我能如愿以偿，那我一定竭尽所能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希望我们顶峰相见，再见时已经成为了最好的自己，祝一切顺遂。我去，什么叫我高考失利，你超常发挥，这还有天理吗？还有法律吗？不过吐槽归吐槽，我还是将信纸折叠好放进了书包里。宋之月这封信其实不算写给我，他只是在写给他的女主。我在微信上给他回了一句，你的梦想超酷，记得去实现。17，高考后林淮鹤给我表白了，虽然他的表白真的很草率，当时我们俩坐在路边撸串，我一口烤串一口花生奶，吃得兴高采烈。林淮鹤突然说，问你个事儿啊。放，我压根没在意。你觉得林哥怎么样？很好啊，美丽多金大长腿，性感成熟小蛮腰。林淮鹤随手抽了几张纸糊我嘴边，口水擦擦。那林哥当你未来老公的姐姐怎么样？那当然是更好了，我只要抱抱大姑姐的大腿就吃穿不愁，满嘴流油。林淮鹤装模作样的咳嗽了两声，然后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般，那好，你现在有一个未来老公了。我疯狂进食的动作这才停滞下来。你小子刚才在表白？听出来了就好。我6 18。林淮鹤某天帮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宋之月当年写的那封信，因为是夹在书里的，掉出去的时候纸张散开了，他捡起来的时候瞄到了几眼正文。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问吃什么，林淮鹤吃云朵的形状。我约他去看电影，林淮鹤看你嘴角的弧度吗？我准备去爬山，林淮鹤是要顶峰相见吗？我竟整这死出。于是我就约了林哥，我和林哥在金色某巷按了脚，准备挑部电影看的时候，林淮鹤电话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喝酒了。喂，110吗？我老婆不哄我，她不爱我了，看不到人。我脑补了一下林淮鹤那张妖孽脸，泛着红晕却直勾勾盯着我的模样，有点羞耻。我偷偷摸摸的揣着手机到卫生间和他打电话，半小时后林哥在外面喊，把你的邪恶的笑声收一收，我不想成为你们 play 的一环。我和林淮鹤又迅速的和好了，因为他太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色了，嘿嘿嘿，懂得都懂。全文完。